Coolscouting 酷速体外冷冻减脂是目前全球排名第一的非侵入式体外减脂技术。凯瑞斯是新西兰唯一拥有正版酷速的华人诊所，累积3000例以上成功案例，保持4年操作团队不变的记录。由于市场需求不断激增，凯瑞斯在原有2台正版酷速的基础上继续引进第3台酷速，三机随时待命，可以数个部位同时操作，以更大的灵活性继续由我们最稳定而又经验丰富的操作团队为大家提供卓越的量身定制疗程。不仅如此，凯瑞斯的3台酷速均完成重金升级，采用了全新的专利真空负压吸引探头，精准定位脂肪，精确微雕身体细节。凯瑞斯这次全新的升级配置令单次治疗时间缩短仅35分钟，一次即可减少治疗部位 25% 脂肪，舒适度提升 45%， 同时减脂范围更大，体雕更为精准。酷速旋风首发于美国好莱坞，这个技术是由麻省总医院和哈佛大学共同研制出来的唯一获得 FDA 和 CE 认证的利用可控制的低温永久减少目标脂肪细胞数量的技术。它的原理就是利用脂肪细胞不耐冷的特性，将冷冻波精确传送至需要减脂的部位，例如双下巴、腰部、腹部、侧胸、手臂、背部、腿部、臀部等顽固脂肪。遇冷的脂肪会自我凋亡，透过身体自然代谢过程温和地排出体外，完全不需外力介入。酷速的技术优势非常明显，它采用非侵入式，免开刀，无注射，不需麻醉，无伤口，无恢复期，而且速效无痛。最重要的是，酷速能永久性减少脂肪的绝对数量，治疗后1到3个月，治疗部位将出现明显而永久性的脂肪消减。想要知道更详细、更专业的资讯或解答，欢迎联络凯瑞斯美学医疗中心。